今日夜中心医疗大厅是充满着美满歌声，这是来自咱苏的这亚布苏卡嫩居家护理所所带来音乐表演。每年十月份的第二礼拜六是世界安宁日，今日病院配合这个日子，上个举办着宣导活动，希望透过着畅观游戏体验，让大家了解着安宁疗护应该平等。每一个生命都重要，每一个生命的故事都精彩。我们如何能够让大家每一个人都能够老有所终，顺利的走完人生的最后一里路，安宁缓和医疗非常的重要。那么奇美医院开办安宁病房已经13年了，那么这个13年里面，我们安宁病房承蒙各界的捐助，承蒙各界的爱护，那么我们的安宁病房那么一直都是非常顺利的运作，照顾了很多人生最后一里路的病人。你今天的活动除了是动态表演跟唱歌之外，亚布苏卡嫩居家护理所也在台北病院的慈恩病房举办着看见海的另外一端的这个影展，伊的相片记录着咱苏的原乡人甲美景。其实我比较喜欢拍老人家的皱纹，然后还有双手，因为其实这些都是他们不用说话，就是透过他们的这样子的纹路，好像他们很多背后的故事这样子，所以我特别喜欢拍就是有关于他们的皱纹这样子。那其实这边只是要呈现的就是还没有清洁的手，就是老人家哈，就是抓那个东西，然后当我们介入之后的一个改变这样子。嘿，你画面上这25件作品透过着面部甲手部的这个特写，讲到点仔只对着咱苏这个所在观察，而这个所在因为讲传统的信用关系，对着破病死亡，咱认为讲是无啥吉祥，因此当地的这个安宁疗法观念要推行相当的困难。南天新闻台以下，殷空采访报道。